Hello，开始喽。好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G00 周松团的雨婷，然后我是这个 G00 Podcast 的其中一个制作人。然后，请那个还没有报告，先把荧幕分享关掉，不然会盖到，谢谢。对，然后我们目前 Podcast 从大概1月的时候开始启动。然后到今天，我们目前已经录制了大概3集到4集。那我们上礼拜的时候发想了一个新的小计划，就是 G00 Podcast。然后我们就是很希望欢迎，就是社群的朋友们，如果你对录制 Podcast 有兴趣，然后希望可以把你的节目上到 G00 的 Podcast 频道的话，然后很欢迎大家来申请这个计划，然后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，未来如果你在 G00 Podcast 有什么新的想法。或是节目主题都可以跟我们提出来，就你可以直接填这个申请表。对，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周二晚上在 NPO Hub 台北这边都会有Podcast 的小松，所以在这个小松里面，我们都会谈论，比如说可能英文 Podcast 啊，像这礼拜的时候有英文 Podcast，或是台语 Podcast，或是各种Podcast 的主题，所以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到。NPO 一起参加这样，然后或是也可以，大家也可以加入 Podcast 的 Slack Channel，就是 GovZero Podcast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欢迎，谢谢大家。诶，已经录了哪一些主题啊？目前已经录了，第一集是简讯十连制，然后第二集是预算视觉化，然后第三集是政治现金，然后今天我们还会录是另外一集是要 Covax，对，哦，今天也会录制一集这样。对，今天结束之后也会录制一集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雨婷的 Podcast 这个专案的分享。那对于 Podcast，其实 Podcast 也有一个 Slack channel，就是 hashtag G0VPodcast。那包含今天跟在 Slack channel，如果对于 Podcast 有兴趣，而且想要一起来参与，蛮多可能包含像设备、后置等等的一些经验的话，都可以到这个专案来分享。那下一个专案，我们就。